白猿同背拳，白猿同背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一个流派，它是由山东黄县人鲁云清先生传入北京，当时的时间是1821年，正是清道光年间，由鲁云清传给广安门内皮货店石洪胜先生，后来由牛街人马小河学成白猿同背拳，此拳在牛街地区流传已有四五代传人，经历了有150多年的历史。第一代马小河，第二代张少三，我的老师王启成是第三代。由于前三代人把牛街白猿同背拳的打法加入摔法，与牛街的摔跤相结合，形成打摔结合、摔中有打的一个办法，一个完整的技击手法。在武术界流传中有打同背、揉太极、走八卦之说，所以在学习白猿同背拳中，我们注重一个打字，打字当中主要体现的就是说对打、对抗、打桩、打带。在老谱当中特别提到这个，学者若少善，莫把同背练，发招先打脸，然后下撩变，眼如铜铃，手如刀枪，发出号令，出手如炮。我们这些打桩打带的手法，今后在学习当中都要涉及，都要讲到。现在介绍白猿同背拳陈手带功法。白猿同背拳陈手带是以主要操练的我们陈手的工具。陈手带带有四种，有手带、吊带、行带、握带。今天我们着重介绍握带。握带是握在一个器械上头，它是用每层毡子10公厘，一共是15块毡子，工业毡子重叠起来以后，上头附着狗皮，这是一个陈手带，这是现在的握带，附着狗皮叫生狗皮，就是狗皮没有熟过以后，用那个它还是硬板的，硬板的用我们老操练的。经常跟他这狗皮摩擦呢，它起舒筋活血的作用。我们陈手带有几种方法打击这带，操练自己的掌型、手型。现在我们重点介绍三种方法，一个是打两掌打三个劲儿，一个是打摔掌，摔掌是摔在带上，拍掌拍在带上。可是用两掌打三个劲儿呢，有一个踏劲儿，摔拍踏。我示范一下啊，由这儿一起呢开始摔，摔完了呢
这拍拍跟摔夺他这位置，这摔到这儿了，这拍也拍到这儿，夺他这位置，往前踏搓的这劲儿，看着啊。这是两掌三个劲儿，左右手同时操练，左右手同时操练，换一个位置，这还是摔，摔，拍，有一个搓。现在让我的学生给做一下这个两掌三个劲儿的摔拍踏的操带实作。白岩通背拳，陈手带功法，刚才做了是摔拍踏的动作，它叫两掌三个劲儿。两掌三个劲儿，这是头一下摔掌，摔掌，第二下拍掌，第三下跟着有一踏劲。这步法当中也可以，这个现在说是先摔右臂子，右腿再头来，成一个还是大四六步，这儿摔下去拍踏，也可以。在左步上，左步摔拍踏，也可以换字换步走拍踏，摔拍踏哪边都行，这边摔拍踏也行。这个主要是两掌三个劲儿，围着这带转圈都能打。第二种打带方法是三掌一个劲儿，都用的是这个掌的刃儿，都胳膊抡起来以后，胳膊抡起来以后，用这个掌刃儿切在带下，这个劲儿，你看三一掌二也是这样，二掌上去也是这样，三掌上去还是这样，这就是围也可以就围着他打，围着他打走出挂步来，挂步来就是这一上步，往这么挂了。往这么挂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也可以，左式，也可以右式，这都是切，切，切。虽然打三掌，打了都是抡起来，抡起来以后这儿切，第二下也切，第三下还是切，这就三掌，都是用的是掌刃儿。成一刀形剁下去。现在让我的学生演示一下十字兰的三掌一个劲儿的打带方法。现在介绍第三种打带方法，第三种打带方法比较复杂，我们叫技术名称叫拔步阴阳掌，不是拔个步眼，它是主要的步法呢，用前腿一个接近扑步形式，比四六步大，它能够攻，能够扑，是吧？他在跳跃的时候，这一变步呢，就等于拔起来一换，跳起来动作跳过来了，这么叫拔步，叫拔步阴阳掌。由这儿一开始这是一开始拍，走这个先走一下，由这儿一引手，这一上，这就圈上了。
派从外圈来，派从里圈来，摔都有这右胳膊，拍摔这是两面了。第三下用的是这个长的食指的跟拇指的这位置，拍摔切切，这从外边来，切这从里边来，转过来这是剁。这四下一共八下呢，先介绍四下：拍、摔、切、剁。这时候变成弓步了，扑步变成弓步了，用掌戳掌，戳戳这带，戳用肩拳把这带，用肘击这带，用这拳面颠这带，一共八下。我示范一个啊，有点一开始出一银手，这一银手上去就是拍摔切剁，有点变成弓步了，指拳肘颠，颠的时候这儿一八步跳过来了，颠啪拍过来了，拍摔切剁指拳肘颠，现在让我的学生做一下这八步阴阳掌的动作。打这个八步阴阳掌的时候，有个要领必须要说清楚了，就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要不注意呢，他能舔了胳膊。这个就是说，从这四掌当中，一掌拍掌，不碍事，可以放松肩头拍下去用力拍；摔掌也可以用力。第三，尤其第三掌切掌，切掌因为你从这个食指跟拇指这个掌刃上切下去，切下去以后，有的人操练的时候窝了腕子窝了肘了，这必须在这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这个为护手，身子往下一排，你要这样窝自个儿了，这是一要领。再就要领要戳这个四指的，刚刚戳掌的时候必须四指并拢，拇指扣里头，戳点要有劲，戳了不能弯了，你戳了自个儿弯了崩缸了不行，就自个儿弯不行，戳戳点有力，肩拳也要有力，肘也要有劲儿，这带往回一带一跳。
同辈拳，陈守岱已经介绍完了，现在我们介绍白猿同辈拳的陈守庄，主要是操庄打带，是白猿同辈拳的特色拳法中的假设敌。这个庄就是我们操练白猿同辈拳的拳法腿法，以它为假设敌。庄是中间一根柏木，有接近2米高，外头裹上15层工业用毡，外头附着狗皮，狗皮的作用还是起舒筋活血的作用。庄就是我们假设一个假设敌。白猿同辈拳的24式拳法，每一招式都能在这上操练。现在我先操练一下这个撞胳膊，撞胳膊就是人与庄的对练，这是自个儿撞自个儿胳膊，还是这个用这个放松，用手心冲下，右臂跟他齐着站成一字步，用这个右臂向下撞，从外边来撞，从外边摆撞，从上头撞，到左手也是撞撞撞，这个撞呢就是注意必须撞这胳膊棱，手心冲下放松胳膊，成一摆动型，你看由这儿起，这一摆撞上了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这是一个人操练的，俩人可以同时操练。现在介绍第二篇，第二种白猿同辈拳的操庄方法，叫十字拦，是我们散手中介绍过的。现在操练一下呢，也是挂步走起来，一抬腿挂步以后，这就一落步，就一掌心向下切在庄上，打击上，挂步虚步，这掌心向上，还从这边切过来，一撤步变成弓步，立掌切出去，这可以打翻掌。完了，挂左步切，上右步还是虚步切，这一撤步变成弓步切三下，我发力打一下啊，由这儿起。这看着庄走起挂步来，挂步虚步弓步，还有一下抖林四下，挂步虚步弓步，这是马步这一绷拳，从那儿起呢，一抬腿跟这手配合着，这是挂步虚步，一撤步弓步，这一收步一扣，这马步一抖四下，挂步虚步弓步马步，发力打一下，下边由我的学生演示一下同辈十字拦操庄方法。
第三式打桩功法，一拳一掌。一拳一掌，我先介绍一下步法的站立。白岩通北拳讲究四六步，四六步，它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右脚四成劲儿，左脚六成劲儿，站立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姿势，是一个大虚步，大虚步的站立。完了，这个距离桩的部位呢，就是能够着桩，是吧？这打桩一拳一掌，就是通背拳呢，是右手为拳，左手为掌，右手拳，这是半板拳，这右手拳这么一握，这弯曲以后，大指是压于食指中间窝上，这是肩拳，这是左手掌，一拳一掌的打桩。我先坐定一下，这还跟正常操练一样，一拳一掌。现在由我的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演练。第三式的演练，这一拳一掌呢，要求刚才不是四六步站好，打出右拳去，是吧？右拳去以后，这个拳呢，肩拳打出去以后，必须得钉在桩上，钉在桩上以后不能有这个绷钢卷刃，绷钢就等于窝过来了，这么着绷起来了，这也没打击力量，卷刃也等于没有打击力量，这打上以后。这拳扣一点小腕，不许弯，这是要领，必须要注意的。左手掌打出去以后呢，必须得立起掌来，使这掌的上缘跟下缘按通背拳的那个操练掌法，就是左手掌打出以后，打出前看见手心，打完了以后看见手背，这是要领，必须注意的。接下来第四式呢，是通背拳的刮锤贯耳，还是由这个中拳变，打出中拳以后啊，变刮锤贯耳。我先做一下，打出中拳以后，这比刀膀子要低一点，一打中拳还是四六步，四六步呢打出中平拳去，中拳打出以后，前左右前步往右跨，左后步跟过来，全部抽回来，全部抽回来，正一分，从底下一分，从这一右步往这么一跨，左步一分，左步跟过来，右步这边打上，这是刮锤，这是贯耳，贯耳完了以后，这么有一掌。再一个中拳，这时候先跨左后步了，左后步带右前步翻上来，有一个刮锤，刚才贯耳那边看不见，我换一方向呢就看见了，还打出又中平拳，比刚才抖膀子要矮一点，打出中平拳以后，右腿向右迈，围着桩，在迈右腿的同时，左腿跟上，还保持四六步。这时候，肩拳打出来，变一圆拳，打出一贯耳来，打出一贯耳来，打出一贯耳来，跟着有一掌，再回中拳。这时候，后步带前步，左后步。往左跨，右前步跟过来，右手
不抽回，从底往上翻，砸上去。这边看这贯耳呢，方向特合适，这一分。这边看这瓜锤的方向特合适，有点中拳打出去以后，后部一跨这儿。实际上这是都以中拳变，中拳以后打出去一个中拳，这边贯耳，这边瓜锤，这右手拳上砸，左手掌掏出去归中拳。再详细说一下啊，从这边能看这个贯耳看得真着，从这边看贯耳看得真着，打出中拳去，这右虚部站好了，打出右中拳，右中拳打出去以后，迈右步跟左步打出右贯耳，右贯耳一回撤打出左掌，左掌一回拉打出中拳，翻回来这边左后腿向左迈，这个前右前腿随着右拳往上翻，打一瓜，右拳往上一砸，再打一掌回来。这虽然是像叫中拳呢，贯耳瓜锤，它实际上是七手。下边由我的学生演练一遍中拳贯耳操装法。下边讲解第五式通背拳腿功，横腿尖腿。通背拳腿功是以操桩、打桩、踢桩的功起，横腿、尖腿。通背拳因为你四六步站着呢，重腿是还是左横腿，左横腿、右尖腿，重腿就是左横腿。一般我们操练的时候可以叉腰，也可以不叉腰，是吧？叉腰呢也是一个助力的意思，叉腰。这就还是四六步站好，四六步站好呢，这时候踢这个左横腿，左横腿，左横腿。他踢的时候呢，这通背拳的腿呢，一个特点呢就是踢上以后啊，它有一个往下踩的力量，这是左横腿。左横腿也可以踢右横腿，都是四六步站好。四六步站好以后啊，先踢左横腿的时候，这是右腿在团了，在团里屈膝坐跟的右腿当变成敌腿了，敌腿以后这儿踢出去，敌腿以后踢出去，这是一个。要想这个踢这个右横腿的时候，这个左腿倒一下步，也作为敌腿。敌腿因为这保持桩的距离，能有一个前冲力。右腿一屈膝坐跟，这一前冲力踢出去。这是横腿，尖腿也是，尖腿这个。还是四六步站好，四六步站好，保持的能跟桩踢上它，是不是？抬腿不过膝，是不是？抬腿不过膝，这儿往这儿一来，这儿一提膝，这还是屈膝，左腿屈一点，屈关节稍微有点弯度，这儿一提起来以后，耷拉脚尖儿。
政坛。这时候换一下腿呢，你这踢左肩腿了，右腿屈膝坐跟，左腿提起来，搭了脚尖绷脚面，这么踢。我在这边做一下通背拳呢，横腿尖腿，横腿尖腿，还是四流步站好，双手叉腰，踢起来。这是横腿，尖腿也是尖腿，这做底腿的时候有一点屈膝，屈膝打一前冲力，这一提起来，右腿提起来，搭了脚尖，脚尖下垂，绷脚面，踢，绷脚面踢，左腿也是这样，右腿当底腿，屈膝坐跟，左腿提起来，搭了脚尖，搭了脚尖，绷脚面。下边用我的学生进行演练。下面介绍第六式海底栽花。海底栽花还是通背拳四六步，松溜四六步操桩法。操桩法就是海底栽花，实际上这从单手来说，就是右手四六步，右腿在前，左腿在后，四六，前腿四成劲，后腿六成劲，突然间的一变五五，往上一引手，一引手以后，突然间来底下打他一下，这叫海底栽花。这分左右两式，这个右四六步，右腿在前，左腿在后，突然间的变一五五，往上一抢他，这一打一个引手到敌人的上手往上去。他一往上去，突然间往底下再一打，就切他，这实际上是抄腿打腿，叫海底栽花。单操右的呢，这边能看见右的海底栽花。我再换这边来做左式的海底栽花呢，也是变成了左虚步，左腿在头来了，右腿在后了，还是四六步，四六步站好，就是前腿四成劲，后腿六成劲，突然间的一变五五呢，往上一引手一打他以后，站了一下，一引手打头，突然间一矮打脚脖子，下边有我的学生进行演练。第七式白岩通背拳操桩功冲打。冲打功是还是白岩通背拳的站步四六步，右腿在前，左腿在后，右腿四成劲，左腿六成劲。冲打是双手推出，由这儿双手从胸部开始
出去，出去以后双手冲打，也可以单手冲打。现在这冲打呢，主要的打的力量呢，一般的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就不用放大力气，不用放大力气，是吧？这个操打的发力呢，主要这个从这个掌的螺旋力、旋转的力作用在这掌的上缘及下缘上。通背拳这个放长击远，一般的你要打近打好打，这样已经够着了，到这儿还要打它，所以说要求的就是说，一个是放长击远的打法，放长击远的打法呢，有一个腿的后部的蹬力跟这个腰身的凝张力，这是右式的冲打。右式的冲打就从这个胸部这儿一起掌以后，看着是够不着呢，这一探肩松背放长击远呢，这就是复合通背拳的白岩通背拳的打桩功法。你就能通过操桩打带呢，你就蹬出力量来打出来。这也可以单冲，一个手冲，这手保着那手。这是右式的冲打。在左式冲打上呢，换到这边来呢，就看成左式了，变成左虚步，左四六步。左四六步呢，哎，你看这个还是够不着呢，够不着呢，用这个探肩送背劲儿，是吧？用这掌的旋转，哎，发出这种力量来，用这腿的后脚蹬紧，打成一个前力，双手从胸部一发，这个从这操练当中的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轻打，轻打以后，经过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训练，慢慢就能重打。日久天长，这个掌的承受的抗击打的能力就强了。下边让我的学生进行实际操作，冲打演练。下面介绍第八式进步盘肘打。进步盘肘打是还是以四六步跟桩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时候右前步往上垫半步，垫半步以后这左步一背往下一背，背的中平，这时候突出的肘的部位打。这个肘打的时候也要打成一个顺劲儿，这样一顶，你别在它回来的时候你顶它，你必须得打出顺来，跟走的时候你打它，这样呢你自个儿不受伤，加强你自个儿的攻击力，日久天长了你能有这个抗打的能力了。这是进步盘肘，你看这一打，这一撤步呢，这个扣步山肘，这边山肘，进步盘肘打，山肘打，转着身打，转身打，我来做一下啊，这是一个中拳也可以。这一来盘肘打，盘肘打上左步，山肘打
这时候山脚打转身打，转身打，这几个姿势呢都是要围好了桩，都能打上他的位置，打上他的位置，这肘的掐力量挺强。先说进步反肘，一扣往这么上左步扇肘，不动步扇肘，背部回身顶，回身顶，这是这么四个动作，打了五个方向，再从这边做一个，还是背部扇顶肘，背部顶肘，一上左步扇肘，扇肘，这时候由这儿回身肘，这肘呢就是说这头是拳顶掌，不管是这个一个顶力，它有这个拳顶掌这个力量，这边有这个掌推拳的力量，这就注意这个为什么要使肘呢这么大力量呢，一个是身体的前冲重量打上了，完了呢有这个左掌，左手左掌推这个右拳，加强的肘的助力，加强肘的助力。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演练。第九式操桩功蹦打，蹦打功还是以四六步为基础，四六步为基础站好以后，这个可以直接上步就抬手就蹦，他蹦的时候这是这个左拳呢往上一蹦，往上一蹦这是空蹦，这右拳呢稍微一矮身呢从下边往上撩着蹦，拳眼冲上，这个拳眼也是从斜下方往上一扬，这是空着蹦。这蹦打当中呢要有一个胳膊的旋转力，这不见得是全能碰上对手，这个虽然咱们操桩是全碰对手了，你要胳膊碰对手呢它有一个胳膊的旋转，这个你看那俩拳眼都是相对这样在平行的，这一蹦呢这先一空蹦，左一蹦，右的往下一矮身呢从往矮身从下往上有一个旋转蹦，旋转蹦，这也可以换式这么着蹦，换式当中呢就是现在是右步在头里呢，右腿在头里呢，左腿在后头呢，这左腿往上一上，右腿往回一撤，这儿绷上了，这是还是变成右手空绷，左手实绷，开始是左手空往上一扬，这里主要是胳膊的旋转动，拧锤手做圆了，拳眼相俩拳眼相对，这一绷你看这样，换一姿势，这是左式，右是空绷，左是实绷，这绷的时候这一胳膊旋转，绷打拧，绷拧，胳膊的炕，拳的炕，拳眼横着
往上扬，这有点这个脚踩住以后呢，突然间的往上一拔劲儿，有这么一个劲儿，也跟幻视。下边有我的学生进行演练，蹦跶。第十式妈美掌操装法，这个正面与桩相对，与桩相对以后，这还是四六步。四六步呢，这妈美掌呢，这是主要是往桩的上手走。上手走呢，这一起势呢，这用这个抬左手呢，左臂呢，从这个前方往这儿切，从这旁边打在这位置呢，打在这位置，身体有一个起腿的跳步，起腿的跳步呢，这从这儿一起过来，看这个，这下这儿该这右臂从上一画圆，画圆切到这位置，切到这位置以后，这手心冲下，右手心冲下。这时候就有一个起跳，这一起跳呢，这儿来了，身体呢有一个螺旋的旋转，有一个转体，这一起跳一个转体呢，这左掌呢在胸前呢，左手在胸前呢，往上一切，这分解动作是，这是一跳过来。这左掌在胸前往上打，还是这手心冲下。这时候左腿呢到这儿有一个蹬踩，到这儿以后是一蹬踩，连续动作看呢，这一起跳蹬踩，因为我看右手手心冲下，这往这一切，一切以后，这一个要跳的准备，跳的准备以后，这左掌在胸前，这一蹬踩，换一个方向看这个，这右手从上前方这一画圆，画圆以后切到这位置，手心冲下。手心冲下，这要一拧身呢，过来呢，这左手掌在胸前呢，往上方打下去，左腿有一个蹬踩，这边再做一个让你四六步正对以后。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演练，第十一式进步靠身操装法。进步靠身操装法还是与桩相对，四六步站着，距桩一臂之遥。这时候上左步，抬左臂，屈左肘，旋左小臂。左小臂露出左肩头，
左肩头以下的部位用一个抗击的作用，这一上步啊，一上步以后这一屈呢，一上左步这一屈小背，露出肩头来，露出肩头来与这个桩相抗，嘿，距这一背摇一背之远距桩是吧，上左步，上左步屈小背，这用这个背的旋转眼肘露出肩头来与桩冲撞，嘿一下，这是左式的操桩。右式的操桩也是换一个步变成那个左前步，这时候还是要上左步前先抬，要上右步前先抬右臂屈肘旋转小臂，旋转小臂露出右肩头来，上右步的同时与桩相撞，这个力点呢主要就在一个旋转小臂以后，旋转小臂以后一这个眼肘呢露出肩头来，用这个肩头以下的部位冲撞桩，左边是这样，右边也一样，这一旋转露出来用这儿冲撞桩。下面由我的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演练，进步靠身操撞法。下边进行第十二式粘衣抹袖操桩法。粘衣抹袖操桩法是距桩远距离，不是刚才这一臂之遥了，一臂现在跟它保持一个远距离，远距离以后发一个银手，发一个银手还是四六步站着，四六步站着这儿掌矮，这儿左手掌在胸部以下搁着，一探身扔银手，一扔银手的时候右手往上一瞧，手心冲自己，这是银手，往下一下势变成一锤，这就为起跳做准备，起跳做准备，扔一银手往下一来，这两个都不是操桩的，这是一个过渡的，往上一右腿眼睛一个跳步，往上一前跳，这一跳步跳上去，跳上去以后用这两掌打桩，由这一起开始，由这一起打一中拳，两掌打桩要打连环劲儿，这就是右掌落上以后往前一拉，跟着左掌出去，跟着又补一中拳，都打出这个探肩送臂的长劲儿。这是远距离，从这儿 一扔银手，这儿往上一来，往上一跳，打出一肩拳来。这俩掌呢，要求连续。打，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抹袖演练。
第十三式抄水式操桩法。抄水式操桩法是以这个横腿尖腿踢桩跟上手的中拳崩砸配合，还是这个四六步站好，四六步站好，还是右步在前，左腿在后，前腿四成劲儿，后腿六成劲儿，四六步站好，四六步站好以后，这锯桩还是一背之遥，一背之遥。这时候开始的时候，这一扔一引手，左手一抬，上头一晃，不用打桩。左手扔银手一晃，这时候用这个右拳从胸部直击出去以后，右肩拳左横腿踢在桩上，右肩拳左横腿踢在肩上桩上，这个拳腿踢在桩上，踢在桩上以后不用。在落的时候，在回撤以之前，这时候就起前腿了。这一跳，用的是这崩，右拳上崩下砸，左肩腿踢出去。这连续动作，主要的练习这横腿、尖腿与手法的配合。左掌一出算引手，引手不击桩。不击桩以后，这就准备着在回撤的同时，这就开始了。横腿跟尖腿踢出去，横腿跟尖腿踢出去，横腿左横腿不落，往回要一撤的同时，这时候起跳，用这尖腿右尖腿踢桩，右臂上崩下砸。这就是手脚配合连续动作。换一个方向看，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演练。第十四式劈挑式操桩法。劈挑式用的是还是四六步站好，用的是右手下劈，左手下挑。这个劲力呢，就是用的还是四六步，四六步站好以后，这劈的时候用这个一上步呢，用这个抬起左臂来往下坐伸，胳膊要伸直，往下劈。往下劈的同时呢，这桩你不能给它劈开啊，就打它一侧面一滑就行了，打它一侧面一滑就行了，打哪边都行。这是右式的劈，右式的劈就是劈的时候抬起胳膊来，这力呢要发长，要往下坐伸，你看，往下一坐伸一劈。这是劈，右劈，左挑一上步，一圈，嚷起来，左挑一上，右劈完了以后，就是从这儿一滑，往这儿滑下去，劈下去以后，上左步圈这桩呢，这成一个弓步的形，这左臂呢，在胸前呢。上扬挑起来要坐身用力，右劈左挑结合，右劈左挑右劈
左瓢，下边让我的学生进行劈挑式演练。第十五式七肘冲撞操桩法，我与桩相对，还是一背之遥，一背之遥以后我还是四六步站好，四六步站好以后发出右引手，右手从胸前揽对桩上的上部发引手，发引手以后我上一步，上左一步，上左步上一步，这时候屈左肘，屈左肘握圆拳，左肘圆拳有一圆拳有一往上冲击的力量，完了用这个左肘步冲撞桩位，左肘步冲撞桩位，这力量呢从这个右后腿蹬出这力量去，有一个往上窜的力量，看一下这发力，由这儿由人一手往上一上步，这个劲儿搓起来，拳往上打，肘撞上以后也往上打，这是左肘。右膝呢，左肘这时候左肘打完了，打的同时右膝右腿提起来了，提膝以后突出膝盖的部位，突出膝盖的部位冲撞这桩，这七肘冲撞，这是近身贴靠用的，与对手相撞都近了，不能抡出圆拳跟腿踢，这就用这个七肘冲撞，这个由这儿一蹬劲儿，后腿一蹬劲儿，这拳往上一冲，这肘冲上去了，就肘冲上同时右膝提起来，右膝提起来一冲撞，这可以做连续动作，左右左右交替，都是发出这力量来，右膝呢搭了脚尖绷脚面，一提身子整个往前一冲，换一方向就能看得强一点了，由这儿这右肘冲撞，左膝冲撞，左肘冲撞，右膝冲撞，这要同时，这力量右手往上戳往上打，左膝往前冲，身子往前栽，发出这么种力量。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演练，七肘冲撞法。第十六式反背锤操桩法，还是以桩相对，四六步以桩相对，用反背锤操桩法的时候，我可以发出左引手，上左步发出左引手，换成右步五五步抽开，这个主要这个反背锤，这是用这个拳背的棱面拳眼冲天，拳眼冲上抽起来，抽起来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往上蓬劲儿，掌声反背锤
破庄法。这开头是开始时候扔钩左银手，一扔左银手是不打庄，不打庄，这一过渡步呢，这儿一来抽起来，这圆拳拳眼往上一翻，这力量腿的力量都是五五了，五五往上有一个从上往上蒸这劲儿，往后有点小仰身的这劲儿，这么仰反背锤。从这边看左反背锤也是这样，右手一扔银手，右手一扔银手，这左步一上，左步一上变成这四六步变成五五的吃力，由上由下往上一捧，这拳眼在这方向往上一来，下边由我的学生进行演练反背锤。